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为自己能够有幸见证参与亲历载人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而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特别的幸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六个月以来，无论是站稳管理、设备维护、出舱活动，还是开展科学实验，我们乘组一星、天地一星、圆满完成了所有的既定任务。我感到很有成就感。经过我们乘组两次出舱维修，太阳翼发电系统状态正常，这是我首次完成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维修任务。对空间站长期安全稳定在轨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